欢迎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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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、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啊，你看现在搞得乱七八糟的，上面好像有人还搭了什么棚子，你们派人去查一查，看是不是三无人员。好，可别让我们沿海这些宝地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。啊，我明天就派人去查。不管是谁，搭这种东西有碍观瞻嘛。对，不管是谁，先拆了再说。连这个东西都放在这儿，那还叫什么双翼齐飞呀？啊，你们看看，谁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？小慧呢？小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你们别光顾拍，我考考你啊。你说像这种岛应该怎么改造？你说的是那个岛吧？啊，那个岛我去过，岛的那边是片沙地。嗯。我认为要把它作为一个游泳浴场来开发，经济效益会更好。好啊，这个主意好嘛。你们看看，人家是搞宣传的，比你们这些搞经济的都有经济观点。我看这个方案值得研究啊。您看那个棚子，哎，就是您说的那个小棚子啊，上面啊住的不是什么三无人员，是钓鱼的人住的地方啊。那个人姓关，今年63岁了，我采访过他。他告诉我，那一带的鱼很多，但不适合下网，因为海里的石头又尖又硬，石头的形状就有点像云南的石林那个样子。哦，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因地制宜，把它开发一个钓鱼场，一边是泳场，一边是钓鱼场，这样来的人就会更多。您看呢？人才，我早就说过这是个人才，我干他当市长都做不了啊！大家不要笑。这种思路对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什么叫双翼齐飞啊？说的不就是环境和旅游这两个翅膀吗？啊，蒋文说的不就这意思吗？既美化了景观，又增加了经济效益，这就叫双翼齐飞。哎，你看咱们慧姐，专捡市长喜欢听的说。哎，走。啊，好像要变天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啊啊，再见。田市长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还有一件更有经济效益的事儿，想跟您谈谈。什么？晚上吧。晚上我请你吃饭。对不起，来晚了。坐坐坐坐。跟亮你一块吃饭，我这还是头一回。您别拿我开玩笑了，丁兰可比我亮多了啊。还给我闹别扭呢，根子在你这儿。我知道，哪天我劝劝他，您放心吧。啊，说吧，你还有什么好点子？我们那个家家公司您知道吧？啊，太知道了，听说干得不错嘛。现在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说。我们想再扩大些影响，可是光凭我们的力量又不够。想找我贷款？这我可不敢。那是什么问题？您猜猜。猜不出来。我想求您一幅字。求我的字？我还没给人写过字呢。所以我才想抢个第一嘛。那不行那不行，我那两笔字太难看了。你要字的话，我给你找个书法家，北京有一个大书法家跟我关系很好。我要是想求别人的字就不找您了，我要的就是您市长大人的字。那行，只要你不怕写了难看，反正我这个牌子值不了几个钱。正因为您的牌子值钱，我才找您要呢。你可迟到了啊！吃了饭也到别处耽搁了一会儿，不就晚了10分钟吗？你平时可是连一分钟都不晚的。这么晚了，你遇不有什么事儿？进去说吧。
田市长这人弯来转的挺快，人都是这样，你冲他笑他就冲你笑，你跟他瞪眼他就跟你瞪眼。他同意给咱题字了？当然。什么时候给写啊？什么时候给写啊？我带着纸和笔呢，我让他当场就给写了，然后我就送到外面去，让他们连夜给我赶出来，要不然我能回来晚点。你想明天就把牌子挂上去啊？明天不是要开股东会吗？两件事一起办，喜庆。你让我来就为了这事儿啊？还有两件事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不能对任何人讲，而且不能问为什么。什么事儿那么神秘？你答不答应吧？你说了，我敢不答应吗？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，我也是敢对你讲了。快说吧，别废话了。第一，你得答应，无论我怎么说，也无论争议怎么说，你坚决不要同意让杰克把那笔钱拿走。为什么？你看，犯规了。好好好，这事我办得到，我死活不答应就是了。第二件事儿，今天不是讨论分红了吗？你到时候把我应该得到的那份全部都给郑玉，而且要告诉他，这是他应该得的，是正常分红。为什么？又犯规了。那你呢？你就白干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找你要第二份的。为什么？好好好，我又犯规了。行，我答应你，就按你说的做。你好，哎，坐坐坐，别客气。小花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想让你给我参谋参谋，你接触的人多又有眼力。那别人又给我介绍个对象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耍我了。哎，你的照片我不看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要我说啊，你上次那个就不错，你嫁给他挺好。上次你说的谁呀？徐来啊，我倒真是想嫁给他，可他的心上人不是我。慧姐，要不我先走了。哎，行，走了。哎，明天早上早点去，咱们俩再筹划筹划。好，走了啊，再见啊。哎，你请吧，我知道你不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哎，弄为啥事儿？我不管你为啥事儿，最好不要坏了我的事儿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警察也要谈恋爱啊？郑大姐，你看田市长写的字正经不错呢。哎呀，过去练过，总算有点底子吧。大姐，您就别客气了，这底子啊厚着呢。你看他高兴的，我还以为他不谈钱呢。那么多钱，他连问都没问，只哦了一声，立马就装进包里去了。谁不喜欢钱呢？这说明不了啥啊。那你为什么把自己的钱给别人？你是欠他人情啊，还是想给他行贿？你又犯规。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你说别人都喜欢钱，你为什么把钱给别人？我欠他人情，这行了吧？我明白了，这是给田学冬的润笔费，对不对？那也太多了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一个字儿值好几万的，多了去了。别想着可能啊。那杰克的钱不让他拿走，又是啥意思？我呀，看准了一笔大买卖。我说呢，总是有原因的。田市长，哦，田市长来了，快去看看去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么。田市长，哎呦，蒋慧，哎，您真的来了。您请我，我敢不来吗？到时候你在电视上再给我来一条，说我架子大，对私有经济不支持，那我这个市长还当得成吗？市长，您看这牌子做的不辱没您吧？不对吧？是我这几个字辱没了这个牌子吧？啊！杰东，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市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。哎，我出国的事是不是可以缓一缓再做啊？那怎么行呢？我已经让人办了。
严局长现在腰扭伤了，不是说可以放一放了吗？我还可以让别人办吗？你就是办好了，我也想过一段再走。现在公司做得不错，听说下面还有一笔大生意呢。恐怕还是早点走好，夜长梦多。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人再提起了。就算我真的要出国，也得用钱嘛。严市长，给我们公司提点意见吧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提点吧。提点意见。好吧。这样啊，四句话。家家公司不简单，妇女顶起半边天，安定团结干四化，这个私营经济大发展，怎么样？行了行了，你还是做报告吧啊！这种舞文弄墨的事你就不要沾边，你不怕丢人，我还怕丢人呢。果然是这么回事儿，没见干得着吗？贾慧同志可真是奇才呀！徐哥，你来了，进屋坐吧。你把贾慧给我叫来。先进屋，进屋。你把他给我叫来。哎，徐哥，徐哥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我在这碍你事了。哎，那好。哎，我站在后面行了吧？这后面不是你们公司地盘了吧？我站这儿你就管不着了吧？我看谁敢碰我，谁碰我跟谁急。徐来呀、啊，算我求你行不行？你先回去，有什么事儿我一会儿到你那儿去。我让不让你去还是个问题，你看看你把这搞得乌烟瘴气的，还想祸害我这个地方啊？你不让我去可以，你先回去行吗？要不这样，你站在这儿不说话行吗？那你让人把我嘴给堵上啊？人长了嘴他就是要说话的，你不让我说话行吗？啊，我答应了，我嘴还不答应呢，他就是干这个的。希特勒不让人说话，结果自杀了吧？墨索里尼不让人说话，结果被人吊死了吧？秦始皇焚书坑儒，结果被骂了几千年。你不让我说话，你还不够格。睡，你在这儿胡闹什么？原来是您在这儿啊，怪不得他不让我说话了。请您原谅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您在这儿，要知道我就早跑了。我要不跑，您不就让人把我抓去了吗？那小屋可不能再进了，一进呢就能把人关出神经病来。我看你就快成神经病了、啊、我已经成了，小慧也成了，他就是被关出来的。他要是不得神经病，瞅您提什么字啊？您看这两笔臭字，说的比狗爬的好一点吧，显然太过分；说的比鸡抓的差一点吧，也不实事求是。您毕竟也混过工农兵大学生啊。起来，别太过分了啊、哎、我不是都得神经病了吗？那神经病患者还有什么过分不过分的？不过我再过分也到不了您的水平。你拍马屁的水平可真是不简单的啊！过去我还以为你不懂这一套呢，原来你是深藏不露啊，原来你是寻常看不见，偶尔露中容啊！你给公安局挂电话，让他们马上派人来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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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对我有意见，是我们俩的私人关系没有处理好，他追我，我没有答应，他心里有气就乱咬人，您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我乱咬人？你要是心不虚的话，让他们把我抓走好了，判我个十年八年的我认了，只要你良心能过得去。我是追求过你，你也没有答应我。现在你追求追求我试试，看我答不答应你。我就是打一百辈子光棍，也不会找你这样的女人。为什么呀？你认贼作父。田学东是个什么东西？那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。徐磊，你不要出面商量，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组织解决吗？装的道貌岸然，其实一肚子狼心狗肺，台上讲一套，台下干一套。我告诉你，田学东，别看你现在得意，你等着吧，党和人民早晚会跟你算账的。共产党不是那么好骗的，中国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早晚有一天抓起来的不是我，是你，那就不是什么十年八年的了，也不是什么拘留了，抓起你就得砰砰枪毙。徐来，我他妈揍你！我跟你们拼了！我你老板！赶紧回去把这个可怜虫弄起来，看看别给他撞坏了。我他妈叫你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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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你妈！让他，让你妈，告诉我家人吧。我听说头都撞破了，到了医院缝了好几针呢。那个姓葛的秘书最坏，徐来躺那不动了，他还拿脚踢的呢。慧姐在旁边就不管他，管个屁！他还不如郑玉呢。听说是郑玉上前把姓葛的拉开的。太过分了，
连徐来都跟他急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也跟他掰。照说慧姐这人不应该啊。会说自己是坏人。你真不怕成孤家寡人啊？没那么严重。你的动作是不是有点过大？不就是找市长提个字吗？这样干的人多了，为什么到了我就成了问题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去年春节的时候，我在街上碰到一个小偷，我一把抓住他，干什么你？他吓得尿裤子。今年元旦我在街上又碰到一个小偷，我同样把他手一抓，干什么你？他不但没尿裤子，啪上来给了我一嘴巴。你知道为什么是两种结果？第一次我穿了警服，这一次我穿了便服，身份懂不懂？同样一件事情在别人看来，身份不一样，结果就不一样。我是什么身份啊？我就是开公司的，我就是要赚钱。这是你现在的身份，我知道。你不是为了教训我才来的吧？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徐来，他这人挺不错的。那你就替我去看看吧。我去算哪回事啊？他看中的是你。我现在还真不方便去，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哎，既然你觉得他不错，又觉得应该去看看他，你为什么不能去一趟啊？哎，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哟哟，没事吧？郑大姐。哎，你看我提着这大包跑到医院去，人家说你早就跑回来了。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，嗯，其实一开始有点头晕，没过一会儿就好了。是什么呢？嗯，萝卜汤。你说你呀，天天喝这萝卜汤，你喝不腻啊你？哎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有个病有个灾的，一喝就好。今天你是怎么了？跟疯了似的。我不想跟你说这个。是不是真的因为蒋慧啊？不是因为他，因为谁呀、啊？其实蒋辉这人挺不错的，过去我对他好像也有个误解。他过去比现在好多了，现在变得俗不可耐。哎，那你没觉得你自己也在变呢？对，我是变了，我变好了，他变坏了，这还是蒋辉自己说的呢。他说我变得跟年轻时候一样了，他呢，变得像个老油条。徐来啊，嗯。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田学冬这个人呢？大姐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想跟您谈这个。其实我也不喜欢他，你信不信？他是你丈夫，你还能不喜欢他？我曾经非常喜欢他，为了他我什么都可以干，哪怕让我去杀人。你还杀人？刀都没等拿到手上，腿早下软了。不是不是，其实我是说啊，我喜欢他的程度有多深。你看我这个人啊，平时我不爱说话，我和他呢我也不会卿卿我我的，不过我是真的喜欢他。特别是我父母出事之后，我觉得他好像就是我唯一的依靠，好像没有他这天就会塌下。我看你现在也离不开他。是，还是离不开他，不过现在原因不一样了。你今天当着那么多人骂他，骂得这么厉害，我当时听得心里砰砰直跳，我真怕你们收不了场啊。现在也没收场，他肯定会整我的。既然知道你还拿鸡蛋往石头上碰。大姐，我早就想好了，一会儿啊我就收拾东西，明天我就回老家。
什么他妈副主任呢、啊、什么他妈正处级呀、啊、我还是回去做个人吧。怎么你想辞职啊？嗨，什么辞职啊，我什么都不要了还辞什么职啊？明天一大早我就卷扑克卷走人，我看他还整谁。熬了这么多年，好容易熬个正处级，就这么一走了之，你不觉得可惜啊？大姐啊，今天不是过去了，改革开放了，经济搞活了，只要你肯下力气，哪儿都能找口饭吃，饿不死人了。要是前线就不行，他怎么整我都没办法，我不能饿死的。你看看现在啊，大街上那些要饭的一个个都脑满肠肥的，听说有些人还有手机，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想把人往死里整，做梦。要是早些年我有你这种想法就好了。大姐，您是好人，您有同情心，我挨打的时候您知道护着我，我没工作的时候您同情我，我算什么人呢？我是那种最小最小的小人物，您对我好，说明您不势利眼，说明您善良。我这人毛病多着呢，你是不知道啊。不不不，大姐，您比田学冬好100倍，他就不是人了，他是机器，是个当官的机器，只要是能当官，他那个机器怎么开都行，只要谁挡他路，他一踩油门就能把他给压死。你这个人呢，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啊？反正我什么都说了，其实我不想伤您心。现在哪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呢？快累死架了，老师长他们呢？都睡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好几天都不见你的人影，还跟我赌气啊？连讲话都已经跟我和好了，你这气可赌得太长了。我现在也忙，一天忙到晚，下了班就想回家休息。你去我那儿照样可以休息。你那又没有保姆，我去了还得做饭、洗衣服、洗碗的。我明天就可以给你找个保姆。那更不好，在别人眼里咱俩是算什么呀，也不能正式结婚。这个郑玉这两天又变了，好像又不急着出去了。离婚的事儿我再催催他。听说他们这次赚了不少钱，他是不是又想留下来跟蒋慧一块干了？这回蒋慧可学乖了，总跟我套近乎。这次他们分红给了郑玉不少钱，他还以为我不知道呢。已经有一些说法了，你还是注意点吧。什么说法？他们说蒋慧把你盯得很紧。这话你还能信？信是不信，但是你也别让他太过分了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好，走吧，大家下去以后要抓紧办，到时候我回来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检查，到时候完不成可别怪我打碗子啊。走了。啊，秦秘书长你留下。哎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您多操点心，盯紧一点，尤其是化工厂那个污水处理系统，明天一定得让他们开工，他们要是再不开工就停他们的水断他们的电。他们总觉得不归我们管，以为我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，总是故意拖着不办。那这回就让他们试试，别说是他们，这回再大的刺头我也得替，那不然还搞什么双翼工程啊？对。啊，来来来来来。真没想到你这么有魄力。化工厂的事儿我也知道，我们去采访他们都不让，门卫还牵出两条狼狗来咬人。哼，下一次去你再告诉我，我让公安局跟着你们，他们要是再放狼狗当场就打死他。哼，找我有事吗？看你这么忙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哎，你说你说你说。哼，听说
您明天要去北京啊？哎，还不是为双翼工程的事儿，我得去拜佛呀。我能不能和您一块儿去？你也要去？怎么不行吗？随您去采访双翼工程的准备情况啊。是林子光安排的吗？不是，做什么节目我们栏目组有自主权。事儿倒是好事，也应该，就是你一个人去不太合适，再带两个人吧。啊，我不能去啊，我还一大堆事儿呢。哎，小猫小鹿、啊、你们俩去。我上期的节目还没做完呢，我不去。我也不去，我还有其他事儿。黄颖，那你去。还是你去吧，我爸最近把我看特别紧，哪也不让我去。你怎么总是你爸爸你爸爸的？你自己就没点自主权？你要让我有自主权，你就别对我那么凶。好好好，你们都厉害，我去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小花在吗？啊，他回家准备东西去了，下午要跟田市长去北京。去北京干什么？他想随行采访。你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找我一趟啊。哎，田市长，要是能不去啊，您最好早通知我们，我这儿啊正安排不过人手来呢。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去北京的事儿我找他谈谈再说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你找我啊？听说你要跟钱延宗去北京啊？啊，我想随行采访。有这个必要吗？他也是为了双翼工程的事儿。搞双翼工程人多了，有工人，有农民，有解放军战士，有知识分子，有科学家，别老盯着一个市长啊。他这次去是有特殊任务的。他到哪儿都有特殊任务，打网球也有特殊任务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不讲理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要感兴趣你一个人去，别拉着多多啊，他们人还小，有些事情还是让他们少见识点好，免得他们脏了眼睛。市长，先到贵宾厅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蒋花他们怎么还没到？呀，田市长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别人都太忙，抽不出时间来。那行吧，小葛，哎，帮我们大记者拿拿箱子。来来来，跟田市长去北京这个主意谁出的？还能是谁？是慧姐自己的主意，昨天晚上她就跟我说这事儿，我当时就表示反对。她最近跟市长接触太多了，好多人都在背后议论，有些话说得可难听了，说装了这么久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什么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？你看她平时比谁不高，好像什么男的她都瞧不上眼，别人跟她介绍对象，她连理都不理。可这回对田……别胡说啊，她这也是为了工作考虑吗？他这个人我了解，他不像别人说那样。慧姐最近真的变了，过去总告诉我们做节目要把眼睛盯着老百姓。市长也是老百姓呗，不是说公仆吗？就老百姓的仆人，市长比老百姓还老百姓呢。好了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们不要背后议论，等他回来跟他当面谈。算了吧，市长根本没让他去，是他自己要求的。自己要求也没错啊，他还不是为了工作吗？又不是去干别的。台长，没事，我们走了。啊，去不去？
是又来抓我的吧？你干什么的？找根绳子。找绳子干嘛？找根绳子上吊，免得又被你们抓进去。江辉让我来看看你。那你还是出去吧，我就怕听到这个名字，一听寒毛直竖。我觉得你可能误解他了。我们俩一块长大，他的一举一动我了如指掌，我能误解他？你不觉得他变得太快吗？这世界一夜之间猴变人都有可能。你说他为什么变这么快？为什么？两方面原因，一个是怕，一个是爱。怕官，爱钱。蒋慧也爱钱？他不爱钱，找田学东提什么字啊？我的字儿比田学东的好多了。一开始我还真不太明白，他为什么找田学东打网球呢？啊，找田学东还做检讨。现在呀，田学东一提字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其实别的都是假的，到手的票子哗哗的，那才是真的呢。他是陪田学东去了北京，你不知道吧？我的老天爷呀，他不会向他求婚吧？看看看，吃醋了吧？我吃他的醋。我觉得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，一个为了当官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，一个为了捞钱也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，郎才女貌挺合适。就怕将来生个孩子呀，他是怪胎，长得一副狼心狗肺。还说不吃醋呢，我看这醋吃大法，连下一代都不放过。你要是替他当说客呀，我劝你早点打道回府。我和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，从今以后我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哪天我就是要饭了，路过他家门口，我绕着走，饿死是我自己的事儿。你这干嘛？卖破烂啊？你要不要？卖给你得了。你不是要搬家吧？哼，这才吓得警察呢，连我干什么你都看不出来，你还怎么抓坏人呢？你以为这是破烂啊？这可都是我的宝贝。别瞧不起这些破书破报纸，这上面每一张每一页上那都是值钱的东西。不过我说的可不是你们那个钱啊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过来看看。贺尔臣知道吗？往事已随想知道吗？你瞧，这是最老的法文版本，克鲁斯盖尔翻译的，现在恐怕连俄国都找不到了。你从哪弄来的？别动，连我自己都不随便乱翻。给我看看。哎呀，你看不懂，这种法文格式太老了，现在一般人看都不太习惯。再说这里面没写怎么抓人。哎，不对，写了，写了。啊，这儿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，许久没有下雪了，干冷的风吹着落叶扫过了涅瓦大街。这时啊来了三个警察，他们的毛瑟枪上结满了霜。你们是革命党人吗？我们不是。那么喝你们的茶吧，不要走出房门一步。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接着响起了瓦西里的笑声。我们不是革命党人，但是我们注定要捣毁你们那个世界。就这样，我们年轻的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哪怕茶叶变得发霉，哪怕面包变得干硬如铁，就这样我们畅谈着革命，听着涅瓦大街上的马蹄声在夜色中滚过。人这个警察来了没抓着你，来了最好也把我放了。你要是不走的话，你最好把警服脱了，
你那么老盯着我，我是有点发毛。你发什么毛呢？我又没背毛瑟枪，枪口上也没有结霜。我现在时间不多了，下午2点钟的车，现在充其量啊还有2个小时的收拾时间，临走以前我怎么着也得喝顿汤啊。你要去哪儿？去个人待的地方。你不想在这儿干了？我还干得下去吗？为什么干不下去？我把市长臭骂一顿，我还怎么干呢？你这样太轻率了吧，就算他整你也还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。算了，我累了，干不动了，还是回老家教书好。这还是蒋慧说了的，他说我这个人只能和孩子打交道。喝咖啡啊。哎，你无论如何应该去看看他，恐怕只有你才能把他留下来。我从北京一回来就去他那儿了，可他已经走了。他说走还真走了。你不了解他，他这种人啊不会说谎。不对，有段时间他还真想学着说谎来着，可怎么都学不像，一说就露馅儿，他干不了这个。这么说他这人挺难得的。是啊，所以我跟你说让你嫁给他嘛。哎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我也是在跟你说正经的，你考虑考虑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，就这样我跟你急了。你看你看哟，都脸红了。我还没见你一脸脸红呢。久经沙场，脸比城墙还红。我跟你发誓啊，我只经历过淋雨刮这么一次，鬼才信。哎，你也跟我透露透露，你交过几个男朋友了？我也就200多次吧。狡猾。不过也可以理解，你是警察，从你的嘴里根本套不出东西来。好好好，我就跟你老实交代，我交的次数不算少，起码7-8次吧，可是好像每次都没感觉，有时候刚刚有点苗头我就烦了。为什么？有时候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连为什么都不知道，总之就是没感觉。我觉得好像男人都喜欢跟我斗心眼儿，我最烦这个。是你喜欢跟人家斗心眼吧？也许吧，这可能就是我的职业病，跟别人交往总是放松不了。我明白你为什么会脸红了，因为你跟徐来在一起就能放松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个屁，我才没脸红呢。你看你看你没脸红这是什么？你看天又红了又红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今天就18张嘴我也说不过你。我们严局要是今天在这儿非笑破肚皮，他跟我每次斗嘴啊总是败仗。那是人家让着你。那你干嘛不让着我？我还没让着你啊，我要不让着你我现在就向徐来冲去。那还把他高兴死了。现在不同了，在他的眼里我已经是个十足的坏人了。哎，你到北京不光是为了做节目吧？你也认为我对田学冬有兴趣？兴趣肯定是有的，为什么有兴趣我到现在还没有琢磨透。看看看看看，又动起心眼来了。